拢甲揭起，拢甲揭起。桂花酿排骨糊，好吃了没？好霸气啦！好嘿，你若要吃霸气，咪爱讲嘿。来撸一片来，小姐，哎，小姐男模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东西拿起来，人都走了？来，我要吃卤一片哦，你那去削短的呢？哦，小姐，这话呢可能有点怀疑噶哦。哦，来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要吃卤一片，卡紧的啊！现在真的很少有卤一片啦、啊。阿哥要短的，肯定有啊！哈，来，这人要求来五百块啊，等卤一片来500块，有没有吃卤一片的？来，钱拿钱快一点哦，不然你会买不到哦。来，三条零，来五百块来卤一片。新芬你好，新芬。真的没有人拿钱给我，怕。太出乎我意料了，别紧，你继续等，买袂到不是我，是你来这地个哩，来500块你买袂到啊，气地，真正大地啦，惊死啦！哎，这没有吃的骨也出，骨嘛出掉啊，阿罗鱼本身就无介济钱啊，来500块来，招一个人加点钱来500，赶快拿钱来，前面收钱，不要晃了，来500块这地个客人。几块你敢知？一片不到100块了，那么大一片的芦一片，天哪、啊！你咧袂使话，来500块来，阿哥咧看。你要看到几点才有甘愿饮酒啊？阿罗哥一块哦，你好不好？让你吃一礼拜。来500块来，芦一片超大片的，今天超漂亮的，要秀这个。来500块来，芦一片。还剩一箱尔，我要第二箱啊。来，佫一个三无看到，最后一个人去多一片无啊？来500拢买起来是吧？都有了吗？有了，收起来喽。来，有谁买多一片的举手，让我知道一下，帅哥。你有啊，帅哥买在到啊，哥姐，帅哥。你看输赢啊，我有什么想？卖照啦，来啦，我了了的啦。我存家啦，恁三个有去搞买买完啦，好不好？啊，无我等，我发一百块欠你。来，这里还有一二三四片，刚刚好，有买的才有。这四点恁不帮我买买，免500，免400，安怎卖得来？卖300对不对？有买的才有来，200给我。200。五倍靠五百成八万，要好哩。这绝对了。这个你去超商买，一件100块啊。买个套餐，你好。套餐买一件100块，我就对了，你这边。套餐买一件100块。哦，再跳几件出来，哦，哇塞。哇塞。哦，蛤蟆加虾啊，好。来，阿柯啊，鱿鱼，我上过没吃？哦，阿姐要吃鱼啊，你唔用早讲，鱼啊未讲话，你讲话先。安尼哦。你有病啦！我都无看到啦，歹势啦。你有捞比你差无？我唔知。好啊，你啊，我无看到。哎呀，你啊，大机手比我出来。你啊，你啊，我知啦，还听不到。你啊，你啊，我要坐啦，我要坐啦。好啊，鱿鱼最后一盘没有了，来喜欢吃的，五个人去，200块啊，五个客人而已啊。来，赶快拿钱。等下最贵烫一个阿瓦萨比球做温带价的桌价，来200块买。来200块，来客外鱿鱼200，来收钱。来200，怎么样？空空空空的，来200，哦，不是还你一个了你，来200块的，是叫我今天来掏钱，我应出应借。你一直搞这叛逆。啊不，来200，你算乖啊。我算乖。来200，几个买？几个买？三个哦。蛋姐，米姐，蛋姐啦。我来安尼欠200，你敢卖啊？对不？一定要平分五个客人，再加这一盘5个客人，最后2位。客蛙鱿鱼无啊，最后一盘来，最后2个人给阿妹妹200块，进来。来，客蛙鱿鱼都买到了吗？全部哦，5位客人而已，这一盘这么大盘，来5个人给，要包完吧，定包完定。来，好啊，可要吃啊红鱼啊，甲板头，来啊虾啊，来红鱼啊来。海鸡母，这也叫海鸡母，啊边仔遐叫板头，板上面老鸡。有我拢买袂，我拢买袂，等我一下。来，要吃海白虾来，快买500，海白虾开400，300块，啥要吃虾啊？有人要吃虾无？一人一份，我爱讲，我袂恁较少的，啊，你若爱吃鸡面两份啊，唔免300，喜欢吃海白的，200块，200块来，进。
在海边，几个要吃紧。你免烦恼，我不是这盘虾呢，这盘我嘛都要卖六个。这一盘卖五个，这一盘卖四个客人而已。哦，让你们吃多一点，来200块。等下这个落成四分，啊无够的看一分的量偌济，我补三分，补四分对不对？你看这个，哦，来，白虾200块几个嘛？看一下左上角这里哈，七个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六个字，新达港王中华，新达港王中华哈。好了，这个我们有做 Google 的定位，来，还有做 Google 的定位，1000块来，你们在 Google 搜寻最后一样，这六个字，来，1000块就掏钱了，跟着 Google 地图过来。跟着Google地图到这个地点，哦，你等于在煮汤在炊在红烧在煎都好吃，1000块我来，我讲这鱼安尼，我花着就你了钱，只不过你也对两个人给买汤，来1000多，1000块来拿钱快点，来两个客人而已。1000不行啊？哎，我欠了1000，这样这张你会赢啊？出一声声唔好。我会啊，这张我会，你会加？只不过你，两个买汤。346。是要存百通货，1000块海底宝抓五只，做了不起啊！今年让你抓到6只，我紧，我预备好了，来，阿姐放车了，那不一样。好，来，阿板头嘛要画，我鱼啊拢了钱，你会当人吃啊？我较袂好。好啦。来，过来，我食这来。我就玻璃来，玻璃来，玻璃来，南岛玻璃呢？你话都讲。在今仔这边呢，来酱烧猪排来了，来你要烤肉的赶快哈，一盒多少钱？2盒360，这个不用介绍了，一个人拿2盒哈，我没有卖一盒的，你要就2盒一起买，来300块啊，酱烧猪排，2克360啊，唔对，加破好俗。乖公啊，喜欢吃的动作快一点哦。2盒360卖300，便宜60块，很便宜了。来，200块来。1盒1斤有80，然后变。几克来？对，8点至12点。对，来200块两个酱烧猪排，超好吃的。我要讲快一点就好，快点。哈哈，酱烧猪排，啊，有这种店吗？来，200块来，200块来酱烧猪排，还有吗？来，200块不是一盒，是2盒给你哦，我是2盒 ，OK。来酱烧猪排，你没有要烤肉没关系，你在家里用煎的也可以，用烤箱也可以，随便你煮，随便好吃。来，你要吃好没呢？你第一时间无啥搞。来酱烧猪排，够三包给你来，给。来200块不是一盒，是2盒给你。来，那个来，赶快。阿伯伯，点我台。来200块拢准备了，酱烧猪排，那我先收起来喽。好，谢谢，来都买到了哦。好，感谢你们，我阿哥过来，我吃这哦，这啥？哦，桂花酿排骨，蛋姐，我先看一下，我这南岛的阿姐哦，保利的，保利的，保利南岛，来1000的谁哪个？1000的是谁哪个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你家俩，你们找一个提醒我会哈。来500的找了吗？找了哈，好，谢谢。来板岛，赶快1000哦，阿姐啊，我阿妹你的鱼啊吼，拢会了钱的我。我今日怀德人为南岛，为玻璃来搞捧场，我唔敢了钱哦。来1000块来，这班头你菜市啊，请一碗8和8六啊，有，来1000块来。不要，我是公司的。不行啊！是啊，我咧算做戆代志咧。我是玻璃来。玻璃是吧？玻璃呢？玻璃好水呢。对啊。来1000块来。你唔金钱要买，我唔知哦。来1000来。班头做好食还是无俗？对落去哦，落去。好，听你的，我今是食着伊的药啊，吼。我玻璃出名。对啦，我伊得啦。这怎么煮都好吃。你要烤肉的话，你也它也可以烤。另外，蓝麦烤得，蓝麦烤比较内行得。好，来，谢谢来，我吃饭，好，吃鸡包我来。什么物件跟得住啊？热狗哟，好来热狗200块3个人给无啊？3个客人而已，来100块给你，3个人给买得。来200块来热狗，两包不是一包，来热狗200块动作吗？我你笑啊，最后两个人给，最后一个人给，来小姐要来，好没有了？热狗当烫好，热狗当烫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来一张给我。一张给，因为只剩下一张了，剩下一包了。来，快点，来夹帕头啊，来。等你的。
啊，陈阿姨啊，如果来，我来逆上，我们讲陈阿姨。来，爱吃泡头的小黄鱼，来煎枇杷红，好，后面都准备好了。来，给他泡头的大尾巴，有青哦，水哦，小黄鱼真的很漂亮。来，你爱煎鱼，爱煎鱼，爱来两百块，200块来，小黄鱼变200块。泡头啊，来200，有啥要吃泡头啊？紧嘞，紧起，再紧嘞，来200块来。哎，谁要吃泡头啊？没有人要吃泡头啊，没有。来200了，这样放一半，等于打折。人家吃鱼还没出来哦。正经没出来啦啊！来200块来，来恁两个买买走，到时候这盘然后再水再大买。来两个客人吃就好了，快点，卖完就好了。来200块来，两个人给买买走。来最后一个盘头200块来，进来这么多，一堆的盘头卖你200块，通通有了啊！抓起来买啊！春天不是为了鱼啊来的对啦哈？好来，谢，先等一下，来再100块给我。不要问，牌子不能给你，鱼给你。牌子是我是生活用具，不能拿走我的牌子。来，称啊，500块，两个人给买，都两个客人。来，给银子，这把春丽两个钱给我，给你。好啊，来，恁两个人买，这两个就400几块啦，来500块来，恁两个买，就好啦，不可能啦。快个想好啊！来500块来，两位而已，来大哥。我跟你讲，称啊，称啊，真的很贵。称啊真的很贵，你早上有没有看过？那个龙王跟信宏他们卖过称啊？姐，接我哩。姐来，你头发小丽。你有看过早上卖过称啊对不对？哎，姐来，你把鱼啊落去吧。称啊的价格很硬。我无鱼啊这钱哦，你啊。你看早上那个龙王他们卖过称啊，价格很硬。来，桂花酿排骨出现。早上卖过几次的那个尾，那个尾没有很大片。来也是500块，这个都是烤肉圣品啊！较早咱卖大地，人客哦小家庭拢嫌啊，喂，那一地爱行过来，长行卖食卖完啊，收大机来，我讲，就像这道吼，这个量很多哦，它是盒子小盒，它其实它里面的量超多的哦。来，想要吃这桂花酿排骨的，用烤的，来，这样买酒来买500，赶快买你300了，300块来桂花酿排骨哇的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我好你吼拢开赚少钱的，大家拢会当行一个好中秋，过一个好节。这两天也免500，桂花酿排骨开400，300块，300块来。等一下，来拿钱快点，帅哥，来去给，放下六分钟。我你遐高哩，哎，袂晓叫我刷一位，我你遐呢？干那一两包。做豆腐胶质的活动啊，你敢等3公斤也要顾。来，谁拿钱的？不用300了，一样2盒。来，200块来，桂花酿排骨来，我你嚼送，200块得。我挑干面。现在人家烤肉，你们烤肉是不是都用？来，桂花酿排骨来，谁要的赶快。来，200块来，可以吃。你给买个包哩。是不是都用那个？来，200块来，桂花酿排骨要买的动作快啊，不是一盒。是2盒给你，不要再开玩笑，慢慢买了。这里面上好，来桂花酿排骨来上门关掉。在家里烤，拿到了在家里烤啊，电烤盘啊。蛋姐来，我们换了吧哈，不是真正没有你气节啊，来东西好了分一下吧，来干地吧来。哦，来啊，虾啊干活。阿伯好恁哦，来。来，刚才科蛙鱿鱼5个客人有卖掉3个，来最后2个科蛙鱿鱼哦哈，来科蛙鱿鱼都要上位来，不好意思哦，让你们久等了，来科蛙鱿鱼搁几分，来最后两个人可以关店，免300以下来科蛙鱿鱼这大包啊，来200块都，来各位人无买鱿鱼的无，拢都买了哈，200块免等啦，拄啊关店得，200块啊这里位无，来这几包来最后一包无啊。这真正是我先包起来，200块最后存一份哦。科蛙鱿鱼没有咯，来谢谢。来，还要吃咸鸡吧？来，哎呀，蛮好啊。来，有要吃的来3条，你瑞咸吧，都吃来3条或者3条四啊五啦。钱今啊紧嘞，我收钱收一摆尔，你唔茫看俗。哎呦，人买你较敢买，来200块我来。几分得啦？你要叫人买几分呢？吼，免这免购物，这3条200咧交朋友的，来200块来。3条300了没有？3条200，来200块来喝吃，真正好吃。来，先煮了200，来，谁没拿到？
所有了哈，来最后一个客人，好，谢谢，兄弟，大条两百都比较高不容笑，来，起啊啦，来，哎，本来的海，本来的海哦，来，刚才，拍摄我一起走了，我讲我。哦，你要他要咸猪肉啦，咸猪肉。那个赚点的，赚点的，所以你今天加拍惯起来，今早晨。来，刚才买虾子的麻烦来这边，大黑要挂好人来，来挂黑要人进，买虾子来，小姐来，来海贝黑来，挂贝挂贝，来挂两块，来弄个娃来。素梅你好。哦 ，OK。哎，黑要弄挂掉呗。哦，那哥谢谢，来留一千二。哎，你们桌上有喜欢什么的？啊，这边黑眼睛吧，好来，阿哥下。来，我要那个。冰点冰点，鳗鱼哦，谁要鳗鱼？有人要鳗鱼啊、哦，来鳗鱼啊。鳕鱼尾没有。客人点什么、哦？在卖什么？来，要吃黑的呢，来五百块。啊，要买五百，敢会收低？我讲啊，贵几啊？你呢？你一个尔，啊，你买四啊九得。差不多。啊，多谢。有当时啊，减你十块人无爱卖你诶，你拢知影。来五百块来三个人加买买都下，而且大只炒饭炒面实在好食。我讲我也卖过卖你五百，诶，我铁路猪排拢卖着呢吼。一人捧一盘，对炒饭，对炒面，对这虾球，五百你买无一盘开始，本来三百，三百块来，三个客人就好了。哦，你可以等于炒饭炒面来，三百块来下银，来买三百。最后一个人去黑银三百块，二人无看到无？三百块都拿到了吗？黑银黑银，安尼哦，这黑银才水着，你是咧多路口呀？有啊啦吼，拢要吃人黑银，好，谢谢你们，来好，还要吃蛤蟆来，来，把你的蓝山的羽毛出来来，蛤蟆安怎画？这个时间吼，一定要画两百，画百五，画一百，我讲今仔唔免蛤蟆，唔免两百，唔免让你开百五，一百拢免啊。真正要煮，真正要吃，较要来五十块哇！五十块来蛤蟆，大家拢会使买哈。来五十得来，来五十块蛤蟆来，要吃蛤蟆的丢五十块给我就好了。哎、啊，要稍等我一下哈、哦。好，好好水，好好，我刚才我搞吃，不是搞偏食，我搞吃。来，来蛤蟆五十块，拢有啊哈。来五十块，来几个买来算一下。七个人给哦，感谢恁七个人给来，只包七个啊，只好五个客人啦，谢谢哈、啊，来七个客人，无啦，安尼一盘好吃，也是要包七个。对啊。来，我阿爷你也扛遐倒，遐无摆遐的所在，你也遐倒，唔免管你手呢。我看你的手像咧麻雀手安尼，唔通为着这安尼了亏啦。来，要吃几位客人来，有一千。来，喜欢吃的不用三百了，来两百块给我来。五个人给啊，金银钱，来两百块来，五个客人而已。来，有一千两百块，几个客人要吃鱿鱼圈？只有一位啊、哦！来，有一千弄我来，就拿起来就好了，就要今要加箱子，不请来做用啊？哎呢，几年啦？阿妈喝啊，阿妹开，几年？再来两百块呗，一年来哦。哎呀，阿妈他等三点钟，时间到我来叫你先困一下吧。一百块送你，三百块的买不两包，来两百。回去做三杯煮汤煮海鲜粥都可以加，不是一包两杯，买一包再煮一包。来有一圈冷爆过来，赶快，来两百块。后面还有一位，来有一圈来，来这边，来最后一位喽，不是一包哦，是两包给你哦，来冷爆喝牛一口，来阿你补啊，来大哥未来，加一千个小贝吧。这起来坑位，来，你上来，到位，来好，阿哥过来，哥要爱上，进来，进攻，是龟尾啊，来，喜欢龟尾的客人，来看这边哦，看这边哦，真正足水的哦，恁今已经足少有机会啦，买个足水的龟尾啊，有大只无？那个是石斑，白化石斑，白玉石斑，哦，白玉石斑啊。你的功高天，来什么石斑？白玉石斑，白玉石斑是不是跟白玉萝卜有什么关系？自己啊，自己人很白。好来，这里有水管的，你坐下。嗯。我吃龟尾哈，我讲这边啊煮，其实真冇人咧烘啦，但是我感觉这真正的啊，卖蛋我起来烘啦，你要烘会使，等于赶快贴边破边，用污染的这边。
这瑞香卖扁扁哦，的这扁瑞香然后我把麻辣的香做好吃，一起用这那个汤啊，真正生活就不要加，而且它没有刺了，这一块尾巴只有骨头而已，不要用这块骨头了。而且这大只瑞切的，一只鸡尾或者这地拢爱卖你九十一百呀。有时你去买无遐大块，来有要吃免五百，来三百块啊，来鸡尾三百块，来生椒一个要来，来三百块。大只的龟尾没有，每次都有，我打抓龙五哦，来沙发过来，龟尾三百块还在考虑哦，来沙发过来。这头能够来出一盖，我恁脚双腿，太神吼，我打你摆龙五的，来龟尾沙发过来，哎来，沙发龟尾，一个买而已哦，请问是谁拿钱给我的？哦，妹妹小姐哦，不赏了不，来沙发喽。其实不是用煎的，用烤的好吃啊！你个赶快破饼，把切落较细的，猪皮手嘛，做好只。因为这块买来把做嫩做油，这盘卖五百，这盘卖你三百，然后来继续，我你嚼爽完。这大地不可能安尼话。来三百，给你烤了喔！来三百，要料的。小七百。贵一位，来三百块。来三个。三个啊，来收钱给你。赶快拿钱给我，不要举手，举手不知道你要投降还是要？阿妈的白鹤阿伯。哎呦，你才讲三点钟呢。阿伯，你坐了，有辆车在边啊？有辆车就不回去了。来，前面一个。好，三百块，好，没有了。休息休息好啊。两份的啊，所以总共是几个？六个。好。总共是几个？我讲五个，恁搞我收六个，啊，这就减一块，我变啊好地啦。我紧来先买两份的。大哥啦，我你先摕一份，等下我来递给你哦，好不好？来先摕一份哦，大哥吧。好啦，不要死，这包要大包，这当的，哎，真的很重哎。好，那你看，来有买龟尾的来这边，对的，来，小姐。这个是薏仁，啊，大一点就好啊。今天好减一袋啊，我啊，所以我剩你一百块多，啊，还你一百了，感谢。其实我卖给你讲，你也唔知影会关会贵啦，但是吼，我暗时也歹困，为了一百块我会困的，无你嘛较济，还是一万还是十万？来，有要吃三百多的来？没有了，现在就先了。没有。没有了。成交。来好，全部都卖你哦，太厉害了！这位小姐给她鼓掌一下哈。真的，真的，哦，感激的。OK。我来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来，你们要买之前先想清楚哦，听我讲，想清楚哦。它是有刺的哦，不是没刺的哦，不是无刺的哦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注意听，不要顶嘴。其实三百多。会鱼肚这个所在饲本来就无介济啊，迄是咱台湾硬要甲出货变无饲的，一袋九十块啊，饲出出的无规矩饲出来，这袋准备百五块，大家要甲怀疑噶。其实哦，无刺的更甜更好吃，来不介意的它的刺不是很多，一袋就爱卖你五百块呀，来真正要食鱼肚的五百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进两三四个人给，四个人给，四个人给你啊，来三百块完了。三百块，只有四位，赶快拿钱！超甜的石斛鱼肚，几块你卖给我们？你家己看到。四个客人，我说四个客人还在考虑哦。我后面完全没有鱼肚了，全数售完。遐五袋啊，这袋可能不是六袋啊，卖你五百就少少。来，一两三四个人给，唔免五百。来三百，三百块来，赶快！四个人给，哪个的客人哦？啊！我你慢慢来想啊，赶快对珍珠牛丝拢好食，来三百块很好赚啊。哦，收钱什么人好了？你马上收钱好了。哎呀。